多前輩大家都會話有壓力啊咁樣。其實當你真人見到佢哋嘅時候咧，原來佢哋係出奇地係好親民嘅。我記得有一次同畫哥去食晏嘅時候咧，我哋大家都係拎過飯盒，都係坐嗰張台咁。咁佢同我哋同台嘅一班後輩咧，就分享咗好多佢嘅以前見解或者佢以前辛苦做嘢啊嘅一啲經歷俾我哋聽。咁我記得如果有壓力咧，就係、是。有的，的確有一個前輩我是有些少壓力的，那個就是、我們的曾江蘇 Kango。 在原生最拍攝的時候呢，我記得有一次就是一個醫院的景啦。那當日、因為曾江蘇其實都很有經驗，也是一個很好的前輩，大家對他、即不用做什麼的一個人物出來，可能他已經自帶了一個氣場，那大家又對他有一些敬畏的心樣。我記得在、吃晏的時候呢，曾光叔就坐我對面吃飯，吃完飯咁佢就閒聊咗幾句之後，就已經開始問定下一場係要拍啲乜嘢啊，或者要準備啲乜嘢咁樣。咁副導咧就拎咗份劇本嚟俾曾光叔，咁啊曾光叔就話唔使劇本啦，阿妹而家我哋對啦咁樣。咁我都將我自己手上面嗰份劇本就擺低，傾過一句就要接一句，咁好順利就。即係過咗個關啦。Kango 喺嗰個對問，即、就、係、是、對答嗰陣時候，佢話：靚妹好嘢啊！咁樣。咁去到我哋埋 set 嘅時候咧，我哋對完嗰一場戲，咁曾光叔就問我話：阿妹你邊度嚟㗎？咁我話：哦，我以前係讀 APA 嘅，咁但係我後屘入咗公司之後就 quit 咗啦。咁佢話：好啊，出嚟做。俾心機咁，即係我其實嗰晚我係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唔需要講啲乜嘢話咩嘅説話，我覺得佢咁樣問嘅時候，都係對我嚟講有，我覺得係一個信心。我成日咧就喺電影入邊咧都做受害者嘅。咁咧，我都死過大部分嘅演出，雖然唔係話好多演出，但係我喺死屍界都非常之專業咁樣。咁我就好記得有一幕就係同嘉棟哥就喺呢、這個我係俾佢殺兩次嘅。咁咧我就好大命嘅，我要殺兩次先死咁樣。有一次就喺個車入邊嘅，咁佢嗰一幕就總之我哋有啲搏鬥啦。咁佢亦都有經過嘉棟哥一啲指導之後咧，因為嘉棟哥通常咧真做當佢都有流力嘅，咁我會覺得其實真做好好，因為我自己都可以用到嗰個力去做反應。但係咧就喺嗰搏鬥之後咧，踢爛咗個車頭嘅，咁然後我就心死啦！頭先因為太緊張嘅關係，我踢爛咗個車頭，即係有個哥哥經過咧，佢喺度睇下部車嘅時候，我話。不好意思啊，師傅，我踢爛咗個車頭啊！之後佢就喺隔離咧，就掃一掃個倒後鏡。佢話唔緊要啊，個倒後鏡頭先都揩花咗，唔緊要噶。咁我就其實呢個都好難忘。第二次被殺，即係殺死我咧，就係、是、一個箍頸嘅動作嚟嘅，都係一個廢墟啦。其實我成晚都冇乜點走過，因為我已經綁住咗喺個凳度。咁大家話。你要唔要唞下我啊？唔使啦，因為咧，我唔想再拆嗰條膠帶又綁翻多一次。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幾難忘嘅。呢個就係另一部電影，但係未上映嘅。我其實好想做一啲好高智商或者是精神病的角色的，咁啊唔係因為呢一啲題材大家覺得難演或者有 gimmick 或者大家會覺得大家會可以傳多啲新聞啊，覺得討論性高，而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幾中意一啲關於精神病的題材嘅，咁我最近都有借咗本書啦，叫做《我在精神病院當醫生》咁樣，咁我就好想。即係接觸多啲，究竟佢哋嗰個角度啊，其實嗰、那個當然我哋唔可以完全明白佢哋個心情啦、啊，或者佢哋處境啦、啊。咁但係我好想
好想代入下咯，嘗試。咁我都咁，我細個亦都有諗過去做一啲自閉兒童嘅即係醫生或者社工咁樣。咁我好想好嗰種高智商有啲吸引我嘅，我覺得。B 謝君豪，因為杜國威先生編嗰個劇即係《南海十三郎》咧，謝君豪先生演得非常好，無論電影或者舞台劇，所以我就好期待同謝君豪先生合作。遲到呢個真係唔使諗啦，因為你遲到其實真係有啲大壓力啊。你忘記台詞，我就覺得應該比較少出現呢個情況。你遲到嘅話，即係你有個大壓力咯。如果你平時瞓得少，或者前一晚唔夠休息嘅話，你會好大心理影響。神經質，因為我覺得呢個即係分裂啲，同埋可以玩到嘅地方多啲，但如果專業嘅話咧，就有啲嘢就比較循規蹈矩嘅。日韓電影，我自己近嚟就比較多睇日本同韓國嘅電影，我覺得都好高質。即係佢，因為台灣個文化可能比較有啲似，咁日韓就會個差異再大啲，咁就可以嗰個嘗試嘅地方會多啲。PCM 粵刊10月15號經已出版，《Cover Face》由我心啊陳子萱，大家記得支持啦！